找你领秧着了。我先说两句啊。哎哎哎，那几个姐妹别说话了，听我说还听你说呀？我呢提出两点，第一点，扭秧歌的跳舞的必须是真，不扭秧歌不跳舞的呢，站在旁边掌声助威，好不好？好。起音乐。我说你这老东西，你这搅局呢你呀、啊？啊？你在这隐蔽一下吗？有跑人前边隐蔽的吗？你咋的了？让狼追了还是让狗撵了？我不是狼也不是狗啊！你不让我上那边跑步吗？啊！我跑着跑着，噌一下子、啊，穿出一个长得挺漂亮、体态比你还丰满的大妹子来，啊！搂着我就要拍照。哎呀妈！老生猛了，把我吓坏了。你拉倒吧，说谁谁信呢？啊，那女的眼睛得多拙呀，跟你照相，她几辈子没看着狗熊了。你叫大伙听听，你是不是编的啊？人家那大妹子找你照相啊？你咋不说有个大姑娘要和你拥抱呢？大爷。事实面前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讲？大爷，我可算找着您了！哎呦，姑娘啊，矜持矜持啊！大爷，哎呀，快撒手吧，他是我的！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失态了。你看这孩子，最近啊，咱们社区出现了一位热心好大爷啊，他总是默默地做着好事，从来不留姓名。神龙见首不见尾呀、这件事啊已经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。哦，我是一个自媒体拍客，我一直都在寻找这位好心的大爷。啥玩意儿？你找的那好心大爷是他？对呀、大爷，我找你找的可对。什么对呀？你说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我。怎么可能不是您？这体貌特征都对得上啊。您看啊，60多岁吧，啊，光头吧，对对对，戴眼镜吧，矮胖子吧，还没有腰。大哥，合个影呗。不是，我刚才照相的大妹子。大哥，谢谢你。不是，我有啥可谢的？你是好人呐。我不是好人呐。就这样，我不许你这么糟蹋自己。我糟蹋自己了吗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俩到底咋回事啊？我都照蒙圈了。大姐，大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呐、上星期六的一个傍晚，我一个人在河边散步。阿姨，阿姨，我可以把这段拍成视频吗？哎，好嘞。突然，只听咕咚一声，好像有人掉进了冰冷的河水里。我仔细一想，原来是我自己。就在这千钧一发、一发千钧之际，一个膘肥体健的身影出现在河边，嗖的一下跳进河水里，毫不犹豫地使尽了全身力气把我从河水里托起。太感人了，太感人了。大哥，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我给你什么第二次生命啊？我自己生命就剩半条了。不是，惯坏了，打小了，就是。今儿我就让他骄傲，一会儿就承认他是英雄，好不好？好，上我家了，赶紧。哎呀，今儿家没人，爸妈都到公园遛弯去了，就我一人。爸。哎，这到公园遛弯去了吗？怎么这么早就出事了？出事了，怎么的了？这是妈让我上这边走路，噌就穿出一个比你妈还丰满的大妹子来。
我跟我是抬杠啊。后来来个女孩啊，见着我就拥抱，非说我做好人好事了。怎么回事这是？哎呀，当时我怎么说？进来进来进来，这就是我们家，来里边请里边请。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我说老头子，你跑啥呀你呀？不是不是不是啊！哎呦，只有做不到，没有想不到的啊！我是真没想到啊，我爸爸做好事了。对，我是亲身的受益者。你看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！你们能确定吗？确定。姑爷，人家都说了啊，说你爸呀，颜值不高，一身肥膘，两条短腿还没长腰，你看不就是他吗？嗯，没错，集如此多优点为一身的，没有别人，就是我的爸呗。哎呀，你怎么也急？哎呀，大爷，您就承认了吧。大哥，你就承认了吧。老头子，承认吧。你就承认了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妈妈妈，那客人都到咱家来了，你倒点水啊。对对对，你看我忘了，喝水啊。行，坐。爸，不够意思啊你。好家伙，出去做好事出风头，不叫着我呢怎么？我跟你说句实话啊，好事我是没少做啊，但是今天他们说这几件绝对不是我做的。小点声，爸，我跟你说，今天这好事承认也得承认，不承认也得承认。那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人家都找到家里来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人们的心中啊需要英雄，需要榜样啊。他说的这个英雄事迹我没有啊。你没有？我问问你爸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蝙蝠侠吗？没有。真的有孙悟空吗？也不一定。真的有到处打怪兽的奥特曼吗？肯定没有啊。做好事不留姓名的阳光好大爷可以有。爸，我问你，想不想做这个阳光好大爷？做梦都想。以后啊，助人为乐的事儿我必须得干。我问你，要是走在街上遇到坏人你怎么办？我拔刀相助。要是遇到别人有困难了你怎么办？我见义勇为。现在外星人在进攻地球，我变个身我弄死他。我爸，我问你，你是谁？我是你岳父老范。怎么还是老范呢？你是谁？我是英雄汉，我是奥特曼。哎哎哎！我宣布啊，阳光好大爷找着了，那就是我的奥特曼爸爸。啊！太认了，哎，这老姑娘，老大爷，到了，谢谢你啊，到了，到了。哎呀，老姑娘，你这是咋的了？哎呀，我刚才有点低血糖，有点晕了。这孩子，低血糖咋不吃点东西呢？东西吃。我兜里有，这不是饿的没劲掏了吗？你看看，来来来，谢谢大爷，谢谢你。大哥，哎呀，大哥，我可找着你了。你是落水的大妹子吗？是我。哎呀，郝大爷，郝大爷可算找着您了。哎，停停停，颜值不高，一身肥膘，两条短腿还没有腰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这老头子咋还出三代版的了呢？啊，来来来，你俩往前站着，来来来。面对面，我看看，那转过脸来，我看看背面。哎呀，二姑爷啊，快来吧！我看看，我看看，这可出大事了！哎呦，哎呦，我明白了，我的爸爸是龙凤胎啊！啊，不对，是双胞胎呀！啊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郝大爷终于出现了。我相信他的事迹一定会引领我们社区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好人。好，来吧，咱们一块儿合个影呗。好，合影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好大爷，阳光好大爷，一二三，起来。